件，你会当擦缝拢会下，伊这拢下味啊。这时阵做工地时阵做做出来，这就是要方便的啦。啊，这你要百货当个擦货嘛，装好起来吼。百货个人要擦货嘛，落百货了。这个黑胡椒牛柳啦，百货好了。哎呀，你要擦货嘛，大哥。有用处哦。你要三百？OK， 三百。你要三百呀？百货，百货，百货拢有啊。来，好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别接好不好？这是热销产品啊，热销的，就是咱卖了最好的商品啦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铁路大牌，这栋的扎针的，我先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啊，今下要加推啊，我讲一下吼，老师，好，你要来吼，啊，罗哥你有吗？有，到你着，有啦吼，有看，来，今日要食铁路大牌，人家唔免三百几啊，可乐免，我这栋就要送你，两个人家搞咩？你话扎针，你话干来放干来弄呀，先给钱两百了。我这条要送你啊！我这条要你啊！两百，铁路，猪排，猪排，鸡排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唔免三百，两百了。两百。还有人要吃猪排吗？两百块了。对。伊要七块，多少七块？够重要，就拢七块。是啊，要卖七块，这是经过咱多年的计算，就是讲多一日卖了七工哦，啊，主要是讲一块，拄啊刚刚好。对。最后一个两百，后尾来无拢无啊。等下看下，给你，来做一双，来一个给你，来加油，给你好不好？哎，最后这阵五块，后尾到消息啊无？百号楼只金龙的，拢无啊？安尼我有三号。来，加油，好，来。大哥，你今日一包两包？三包诶。三包。三包。我这个大哥哦，几乎逐抓来吼，无甲伊白咧，逐抓阮大拢甲我买一包啦。你问阮大哥看我好笑无？这包卤鸡腿啦，大我介绍一下吼，我介绍一下。这包卤鸡腿，这全熟的啊，这大型菜，全熟的啊，拢唔免去煮啊。这条微波烤箱拢会使，电锅烤箱，一支鸡腿啊，五十，十几块五百，唔免五百，两百了。啊，三个啊，两百块。四个块。我一个啊，伊会八包，来带你下八包，这个，一个啊，这个鸡腿你食看嘛，八包再来包，十几块，两包啊，你等下找三个两包，我找几只，过来我食卤鸡腿，你有啊吼，还有人要吃卤鸡腿吗？两百块是四包俩，哎，四包，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来，啊，过来，来美女，来看咩产品，来看我吼，来，来过来要介绍。啊，这我给恁吃了，毛豆这我欠袂，爱到三月至四月。啊，这我先给恁吃，美女，阿姐，阿姐啊，你听我讲一下，这摆是袂足寒，你有你煮汤无？我讲一个人家买落去啊，伊这叫海藻拢无啊，卖了啊。这当个你啊煮两汤煮不来，当空鸡，爱食卖三百五百，我只要够你，只要够你，我没有了，一百了，一百了，一百了。你来搞买一百，我只要再送你一个人家了，一百。只要够你一百无？我只要我们鸡肉脯。鸡肉薄饼上面也对不？伊这是鸡肉薄饼，伊这一包内底有十块啊，这大型的这有加鸡肉的哦，唔是像这安尼内底啥物拢无，这有加鸡肉的哦，一袋外口六十，十袋六百，唔免六百，三个俩拢无啊，三百五、五百拢免啦哦，两百了。两百啊！有人要食鸡肉薄饼的无？两百块。哎，来头整一个哦。这非常好吃，一袋才二十块，好吃，非常好吃啊！干，请问你收钱了我了？我来了，你收钱了，你 OK 啊，这无啥问题。我感觉今天安尼较顺啊，钱蛮多啊。没有吗？哦，你有了这个是，你有了这个是，叫我吃鸡尾酒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过来，不要少。接力接力啊！葱烧饼存一包，老妹啊，一包了，我存一包了。来，一包，葱烧饼一百块。来，谢谢，感谢路上小心啊，请阿小伟啊，拜拜拜拜，真正感谢恁的支持。抓饼啊，超值啊！来，一包，来。阿伯啊！我在这里，啊，里面的那个手套，没有，没有动的。你啊，你啊，生意啊，你啊，干到底啊！来，两个来去吃啥？来，大脚把你垫一下，哦，你垫一下。小马好，我是感觉看你要吃啥拢来啦，我困啦。小马直接让你去挂机台。你爱啥？你个十个我来买啦，那种 OK 啦，那种大只算你个输了呀。我要做一个。买了买了好了，买了。大只哦 ，OK。有人要吃蒜泥吗？蒜泥有人要吃无？果林哪来保证啊？蒜泥只要家己看，果林哪来？拢卖鸡水的蒜泥，这阵啊你要蒸啊，要吹啊，拢清蒸。鸡水做你过来退钱，爱吃卖千八百块啦，千几钱的五百啦。五百啊！五百啊！五百啦，要吃蒜泥的五百。有人要吃蒜泥的无？这种价果林哪来啦？夹着了这水，夹着了这大地啦，我讲完你啊，五百上面吃啦。哥，你又要个贵些？
阿伯啊，我一手了。今年也会好啦，我这条够去啊，几条这条过来啊，这条过来，我来讲啊，几条你先加钱的，这条够去啊。五百。这条嘛咧卖你百几块咧，大条啊，五百差不多啦。鳕鱼啊。阿伯啊。等你啊，我来讲啊，你也钓到一手了啊。哎，准一手啊。来，今仔日你来加钱的人家，我这条啊大条，我嘛买袂啊，先加钱的啊，这条够你。五百块了，五百块了，五百。来。给这个先给这吹啊，五百了。最后一个上面只有五百没有了。最后这个上面五百块，过年来的是五百块。过年来的是哪里讲卖酒水的算哩？这当然不管要吹要蒸拢保证让你卖酒水。五百了没有？最后一个三百上面无啊三百。三百最后一个要买买偌只大台，拢卖酒水的保证的。春节三百买好年前的，大概好你要买三百无啊？最后一个三百上面钱没有了。三百好了。无啦，这春三地当然嘛，那个。无啦，只少地，啊，春节的三百有哪咩来无？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五百点一个。有啊，下了了。你第一个给钱的对吧？我第一户。看来你就有，有得客气个。你搞要吃肉鸡啦，还有一小碟啊嘞。要吃肉鸡来手抓着，我很恼啊。有人要来无？肉鸡啦，有人要煎无？有人夹手啊，规手啊，鸡仔蟹啊。有人要吃啊？啊，这我来讲，你有要刷你的人，给拢听我讲话。啊，这鱼你看有无？啊，这啊，白包啊，这比土腿鱼好吃哦。伊这等下我来讲，你小可打煎就好啊。伊这麻辣土腿啊嘞，哦，恁大家吃看卖。我来讲，今别人炸一箱尔，我卖给你放五百四百，一个人买一份好啊。赶紧炸几箱。哎，就一箱尔，好唔好？伊真会夹到货啊！我来讲啊，一个人买一份好啦。OK 哦。哦 ，OK 啊。两包我咯。买两包一个啊。我来讲，今仔大家欢喜些。无，白包啊，白白鱼。来两包，上面真嘞。哎，两包哦。我来讲啊，这种放三包啊，今仔不要来放三包。今仔较寒啊，哈，来啦，两包就好啊。哎，两包。有啥物煎的无？两百块啊。来一个啊。收钱好啦，我来啊。保证卖啦，这白包要求啥物水？白包无人你讲求水无求水，白包无这个问题啦。伊咧食个，我来讲，咱土腿咧订单订单肉咧订单订单啊咧喎，啊肉咧膨胀无少，这规地拢无自家一支两棍尔，两包啦咩来无？两包哟。我来讲白包，大家拢知影较早哦，大家你讲啥物白包加土腿，即摆时代对变啊啦，即摆是白包比土腿较贵啊，我来讲啊，二四六八十仔类啊，我来讲十二个啦，你几个？好一个啊。来啊，两包尔啊，我无爱放三包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来到哪边来了？来，你炸一箱来啊！炸一箱。阿姊，我讲完听啦，今仔我炸一箱啊。今仔日你来甲我买两百块，人个你听我讲啊。那这白包一半买两百，连收嘛免收啊。OK 啊，注意听啊，只要你来给钱啊，一半我免卖啊。打两百，我变一盘送一盘一堆啊，这样上届无你煮三四顿啊，你甲打针就做好食啊，打针就做好食啊。我来讲，最后我搁招一个落来嘛，两包啊。来两包啊！有啥物食？白包啊，无两百块才够你啦，才够你啦。我来讲啊，真两三盘咧啦。今仔这个天大家来，咱来甘心嘛。我这才卖卖啊啦，我这送互你食食啦，两包你两个。一个啊！才够你啦，互你食食，才够你啊。我甲你加量啊，我无甲你加计少给你啦。我只拢互恁啦，大家食欢喜啊！来两包。哎，你这林刚来了。无遐济啊，咱讲真诶哦，一盘。嗯。拢互恁啦。沙巴你着买面条，白白鱼。哎呀！真好吃。啊，这。沙鱼啊。这真好吃。白白鱼。白泡的那拖出鱼啊嘞啊，很好吃啊！伊迄个打针肉胖胖啊。来一个啊。肉胖胖啊。要求你甲看看卖，蛋糕糕，唔好食多。你几个？好一个，四个。最后搁一个也无啊。我来讲啊，这个上济啊，这个我，这个我留在最后啊，看啥物来啦。我来提钱的。最后这个上面两百。来掏钱啊！啊，无啊。无啊。谢谢。来，到底要吃啥？我往这边，薯条这边啊，你拢爱吃的啦，爱嘞，你要吃这啊？
你这个招牌咸猪鸡啊，这一包要卖一斤500克了，这一包你要我两包500，唔免500，300，唔免200了。哎，200。招牌咁多斤，这一包就100，这大包就拢无骨头啊，200了。哎，200。这情况嘛，一包做好食啊，还是你要买一包就好嘛。哎，加啦。买一包就好嘛，无要紧咯，这个。加啦，过来啊，两个啊。好嘛，一包。你买买一包就好嘛。对哇，你买买一包就好嘛，哎呀嘞。哦，出发过来了，还要多。来讲啊，来讲吧，占一个哦。这只好吃啊，这我今麦要介绍这些拢俗好好吃，你吃看嘛啦。这薯条啦，黄金脆薯，这真正的季节了啊。这一包130，两包米啊啦，唔免让你家米啊啦，我一包再送你，一包够你4包哦，4包。我的薯条吃无吃，我会当夹条你嚼啊。新价钱的200了，200啊！有人要吃薯条无？黄金脆薯，脆薯啊，200啊！你老囡仔，你给我吃好吗？200块呢？哎，200。薯条，薯哎，大爷，你以后都无来煮薯条，拢有啊？啊，无人要吃蚵仔丸的无？蚵仔一包12粒100块，224粒300，唔免300，200。来，700个送你新价钱，700个你48粒200了。200啊！芋头丸、蚵仔丸啦，蚵仔丸啦，当个钱加汤啊，吃好吃啊！两百呢？对，两百蚵仔丸来无？可以，蚵仔丸好吃啊！还是两百买一百的无？一百啊，蛮晒哦！哎，24就一百，吃看卖啊！放心啦，我袂给歹食，互你食啦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啦，一百尔。好啊，一百。拢有啊。帅哥，你要什么要跟我说？你要啥要跟我说？好，明白。我老公在这，他只有请你做领导，做领导，你爱啥特别，我讲我特别来你服务的，啊 ，OK 不 ？OK 啦啊，对了，那我做啥？对，你要洗碗不？对，你要洗碗不？那当然。